宅的小房间是他六年来的住所，即使有个大大的蚊帐，但还是得到三次出血性登革热。我在家躺一个礼拜，因为登革热也要隔离，然后又很痛苦，对，然后这些都没有打消你要来这边当志工服务的这种念头。没有啊，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到任何地方，它都一定会有当地的传染性疾病。那得到或没有得到，那就是要看每个人的机缘。对，那我可能就是运气比较不好，所以来第一年就得。那我觉得也 OK， 就趁年轻力壮的时候，还可以对抗这些疾病的时候，其实就来吧。欢迎回到四平方公里的漂流，聚焦泰缅边境。难民营里到处上演的是一幕幕饱受战争洗礼的生命悲歌，但在这悲惨的维尼世界，我们看到了跨国界的人性与温暖。天才刚亮，每到诊所已经出现排队人潮。简陋的建筑，木板草席搭配的病床，和让人不敢正视的医疗设备，没有一般医院该有的纯白与洁净，只有尘和土，黄与黑。但奇异的是，这里却有别的医疗院所感受不到的人性与温暖。这些真都是便宜的东西吗？如果我用便宜的东西去有令他们有高效率的那个疗效的话，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梁慧仪，香港人，去年刚从医学院毕业，但她却放弃中医师的高薪工作，来到偏乡帮难民针灸。熊诺恩，香港大学中医药学系刚毕业，同样没有走一般社会期待的路。你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然后那对，然后那来这里偏远的地区，你不会觉得很苦吗？我不觉得很苦，因为我看到病人好像比我的状况还苦，我反而是做的越多就越觉得自己不足够，就是。越在这里待得久，就觉得很想回香港再学多一点，再学多一点，才能好好的帮助病人。这样，简单到的医疗器材没有麻醉，然后这张木板床还有塑胶布就是手术台。这里是梅道诊所的手术间，虽然看起来非常的简陋，但这也是踩到地雷的难民他们唯一的救命之地。及时救援，并为误踩地雷的难民们装上义肢，也为没有身份无法在泰国就医的缅甸难民提供免费医疗照护。边境漂流的黑暗人生重燃了希望烛光。一开始只有六位医师响应，但到现在，每年有来自各国共六十位医师轮流义诊。更有七名医生常驻。英国眼科医师 Philip 和 Frank 从1995年开立眼科门诊后，义诊已经将近20年。Why do you want to come here? Yeah, it's far away from your country, and here is, you know, the environment is not very good. Well, I think we realize how privileged we are to have the life we do in the West, and we've been blessed by God with skills that can make a difference to people's lives here. Oh, this is the refugee school. This is the refugee school.那幼儿园目前是 TOP 在协助，所以我们总共在这个难民营中总共有23间幼儿园。这就是幼儿园。然后小朋友
对，今天这个学校大概的人数大概是60到80，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统计资料。那小朋友大概是3到5岁的小朋友，老师大概4到5位左右。是，看到，所以 total 在美拉难民营里面有多少的？你们照顾多少的孩子？在这个难民营里头，我们大概将近是2000个小朋友。因为我们有课程，李荣源1980年出生，因为大学上了一堂国际人道援助课程，研究所毕业后加入台北海外和平服务团，到泰缅边境开办幼儿教育。不愿已经在社会底层的难民下一代更没有未来，李荣源和志工老师从基础教育开始，今年已经是他在难民营度过的第6个年头。你们找米莉亚？没有。Kevin， 你刚刚讲什么？我跟他说，你们肚子饿了吗？想吃饭了吗？我说他们想吃饭了。对，今天是课轮语哦。课轮语。你也学会了课轮语？一点点。一周有一半时间都待在难民营，另外一半李荣源就是在美索镇上这个简陋的办公室。这个是我的房间，小小的房间，请进。不好意思，有点乱，所以因为这蚊子很多，所以晚上我要用蚊帐。闷热狭窄的小房间是他6年来的住所，即使有个大大的蚊帐，但还是得到3次出血性登革热。我在家躺1个礼拜，因为登革热也要隔离，然后又很痛苦，对，然后这些都没有打消你要来这边当志工服务的这种念头。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到任何地方，它都一定会有当地的传染性疾病。那得到或没有得到，那就是要看每个人的机缘。对，那我可能就是运气比较不好，所以来第一年就得。那我觉得也 OK， 就趁年轻力壮的时候，还可以对抗这些疾病的时候，其实就来吧，这样子。得3次都出血性登革热，然后我觉得。我还可以活着，那就是应该是老天想要留我下来做一点事情吧。这个是装那个卫生纸的，然后这个是用布去做成布条之后，然后再编织变成那个锅垫，所以这个比较费工。林良树，台湾人，大学念的是社会系。28岁花样年华就开始在中南半岛难民营服务。10年前和克伦族人萨吴结婚生女，但新婚1年，丈夫却死于肝癌。女儿浓眉成为心灵支柱，也让林良树选择在这个边境小镇定居生根。我自己以为是在帮助别人，可是事实上我是在寻找自己。我遇到很多的人都是像我们一样来这边义工，但是可能是3年5年7年，然后我才发现原来像这种离开家庭去了这种有需要的地方帮忙的人是很多的在世界上。然后让我也在想，会不会我回香港再进修，我再来这边服务。因为这位小朋友真的很惜福啦，他们真的营养餐一天只有5块钱，然后吃是这样汤汤水水的，所以也是希望台湾小朋友可以更珍惜他们的食物。烽火无情和复杂的历史因素，迫使着数10万缅甸难民在异乡漂流。也许生病了只能倚地当病床，也许离家的悲痛永无止境。也许自由和未来都飘渺得像一缕青烟，但在4平方公里狭窄的难民营里，有片温暖的旷野，那是跨国界无私爱心所灌溉的原地，时时刻刻告诉着铁丝网围篱内的人们，过去、现在和未来，世界始终与你同在。